火爆女对上老实男，我才认识你两天，你抢了我两台手术了。你这是要求我向你道歉吗？我要求你马上消失。水火不容，却要一起合作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看见他就来气。我请你坐我的助理，你敢不敢来？个性天差地远，爱苗一触即发。还没睡啊？等你呢。他追你了？没有啊，那就是你暗恋。姐们什么时候搞过暗恋？都是生扑。7月24日起，周一到周五晚间8点，蔚来综合台《外科风云》。